前几天给俺岳父买了个货车毁了，这打不着火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是俺把俺的拖拉机拖着去修去。哎呀，不知啥问题了。哎，终于拖了汽修厂来花的洗车钱，你不得有报销不行？发动机得咋修啊？发动机得咋修啊？发动机得咋修？他不是说自保一年了吗？咋买上？你听看的，你还找他问问，他几年自保吧？你干了干了干了，掏钱、啊。给你。发动机咋修啊？还得修油路啊？你们看着屋里没黑啊？看着了。啊，你不得有报销不行钱？修呗，修完了报销。钱啊？给你。拿来啊，拿出来啊。拿。哎，什么呀？你掏出来钱啊？这是那什么？那什么？有个按摩，那是他妈，那是他妈，天哪，那是他妈。你不办那个修车钱就报销不行？上到老娘家拿去，快去吧你。那俺不好意思。我去拿去。弄不下我的钱了，怎么说？多少钱？哎呀，还不知道呢，得大修，得拆发动机，那油路也不好，得修油泵。佳佳，佳佳，多佳佳吧。叫他姥爷在拐着怎么咋？买了个破车回来。老爷子愿意买的，你快给我掏钱、啊！你去开车不得？就会，不，你这掏出去算了。不是，因为我钱我哪有钱挣？这算不是小孩就爸爸钱去。